现在开始救援了啊！这个牧马人放出来脚盘，拉这个猛禽，这个猛禽掉进这个坑里边。现在轴就是因为轴距太长了，所以说现在是翻着的一个状态，往后边倒也不是，往前走也走不动。现在用脚盘一点一点的拉出来，看能不能拉出来。现在脚盘正在发力，一点一点的发力。这个前杠也是推着这前边的一大堆土，一直慢慢的在往前面走。看能不能拉出来啊，轴距实在是太长了，实在是太长了。现在就是硬提提出来的。现在前轮如果出来的话还有后轮，因为啥，因为这个前轮就算出来了，这个前后轮还会担在这边一个状态。轴距长确实好处不是太大。现在出来了啊，现在出来了。加油门往前走吧。往后倒。你这是收到收到啥时候了，往后倒。现在直接往后边倒车。往后倒车，对，直接拉出来，直接看能不能拉出来。拉不出来的话，还得用脚盘一点一点的往外边拉。现在还是一个单着的状态。出来了，出来了。走吧，踩油门走吧。直接现在开出来。好，救援成功。